铁线虫哦，堪称为洪家的内功全宝。动作不大，那大家看，不是只有外在的动作，它包含了整个呼吸，还有内在肌肉的使用。那大家看到它很特殊的练功法，手戴七星铁环。那练洪家拳的内功啊，不能急，跟太极拳一样，要慢慢的练。那练久之后，你的手就很有气力。在练习过程要配合呼吸。那由于它是一种很强力的运动，如果呼吸没有配合好，很容易造成内伤。所以洪家拳最后一套铁线拳被视为逆门的练习动作，也必须要花很长的时间指点才能学习到的。